Hello，各位植物学家们，大家好。这个国旗，是这个一，就这个红底，然后带个月亮、带个星星这样的一个图案。那其他的全都是，中间带五角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像喀麦隆啊，中间是一个这个，有这样一个五角星，并且国旗颜色全都是这种，三条状的这种三色旗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来。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国旗，为主要的配色了，然后像非洲国家，它像埃塞俄比亚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呢？它主要颜色主要就是红、黄、绿、黑。
的文物，躯体像鹰，头似鸽子，颈部高高挺起，两翅贴身，像这个国鸟是与众不同的，这只鸟的意义有很大，这它象征了解放和不屈的斗争啊，这样的。而我们前面讲的第二个图案，这个拿枪的这个是莫桑比克的这样一个标志啊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。看，以为是黑白双煞的羽毛呢，就这个羽毛啊，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呢？再聊一下乌干达啊，乌干达就是。国旗，它红色是来自摩洛哥古早期的这个国旗颜色，绿色的五角星有两种颜色解释啊，绿色的是穆罕默德后代所喜欢的颜色，五角星象征了人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。第二个说法是这一图案呢是驱病辟邪的所罗门护符，但是大多非洲国家的绿色代表的是土地资源财富一类的意义。如果非要说什么意义的话，在历史上。
这个长方形国旗长宽比为3:2，旗上有自上而下的这个红白黑三个长方体组成的。埃及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，它的国旗设计呢没有延续埃塞俄比亚的设计，也没有延续西部海湾国家。条纹的边缘在上面及下面是白色的，靠近旗杆的一面，一端则是金色。每一条边缘的国旗宽度的1/5，靠近旗杆的三角。Thank you.